歌词大意：洪安四年的夏天，国难临头，元寇忽必烈倾巢出动，我镰仓的男子汉毫无惧色，决心讨伐元寇，向天下伸张正义。今天行军没有一个人掉队，大家士气高昂，走得很好，这是加强军事训练的结果。但是你们当中竟有的人反对集训，就是这个。出发之前，我在兵器库前面捡到的是谁的，要痛快地承认错误，不然全班学生都要受处罚。不要东张西望，谁写的？一定是你们，要赶快出来承认错误。本座，是你？是。听说你要投考陆军军官学校，你为什么还要反对军训？啊？不可能是你，肯定是别人，是谁？是我，是我写的。平田，真是你写的？是，是我写的。你是班长，你写这个是什么用意？你为什么不回答？聪明的人容易变成赤色分子，你会不会是那样？我是想好好读书。读书？读个屁！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吗？学生不能光死啃书本了，今后我们日本应该官民一致，为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发扬皇威而奋斗。一旦发生事情，你们就要肩负帝国的使命，为天皇效忠，所以要加强军训。今天像你这样军训就不能及格，其他科目成绩再好也没有资格去投考高等学校。我念完中学就不念了。混蛋，你还敢顶嘴？我说你真的念完中学就不念了吗？嗯。你这么聪明不上高等学校太可惜了。老实说，我是想上第一高等学校的。一高啊，可是国立学校也得自己交学费，我们穷孩子想要念书就只有上军队的学校。你讨厌军人吗？嗯，也不是特别讨厌。我得考陆军学校，不然就找不到职业，今后是军人吃香的时代了。怎么样，咱们一块儿去投考吧。好，让我好好想想吧。哦，我都回去了，我妈还等着我呢，再见。妈妈，啊，我回来了。回来了。我行军耽误了时间呢。哦，妈妈，我来赶紧休息会儿吧。哎，行了行了。哦，你采的可真不少啊。妈妈，本多要去投考学校去了。怎么，你也想去投考吗？我再多受点累也应该让你去念书，但你上中学时候借的钱都还没还。我说你最好到村公所找事儿做，早一点挣钱，我就盼这一天了。哎呦，哎呦。
妈。哎呀，妈妈，你怎么了？妈妈，没什么，动不动心口就疼起来了。哎呀，妈妈，嗯，你不会是有病吧？不，托老天爷的福，穷人就是身子骨硬。哎，一郎，瞧你这多不好看呐！妈，别这样，你真重啊！哎呀，这孩子真淘气。妈妈，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好意思了？你看。今天你不是要去地主家给小姐补习功课吗？啊，晚饭在他家里吃，咱们家的饭就可以省下了。哎。哎，这样对吗？那你说应该怎么做？不能把每个题都告诉你，你要自己思考。难呢，说真的，你不会也不能怪你，这是陆军军官学校的考题。你真坏。还有茶吗？嗯。哦，拿来。那，听说本都要投考陆军学校。嗯。一郎，你呢？我吧。什么学校？不知道。よく肺に花受けてよく朱に月の影宿し治安の阿信等一等阿信你真的要到东京去吗我不出外做工有病的爸爸和弟弟就无法生活我们又不是外人干嘛不到我家里商量我们不光从小就要好父母还给我们订了婚的别说了请你把这一切都给忘掉难道一两年都不能等了吗我要考上陆军学校还可以设法向地主借钱吗到什么地方去做工你不知道吗阿信阿信哦，怎么了？哎，考上了，是吗？恭喜你啊！不管我，你也考上了。你看，大娘，平田考上海军学校了。村公所刚接到通知。海军学校是江田岛的海军学校吗？是的。让我看看。哦，真的。那你呢？我是陆军学校，村长他们都很高兴，说我们两个考上了军官学校。这在村里还是头一次呢。哦，你也考上了。哦，我还没告诉我妈妈呢。再见。哎，本多。妈妈，我不该瞒着你啊。是海军学校的事吗？那没什么。妈心里很高兴。哦，一郎，听我说，妈妈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真想自己有块地，哪怕是半亩也好，
好跟你一起过日子。不过妈妈了解你投靠海军学校的心情，你就好好的念书吧，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妈好歹能过日子啊。妈妈，其实我是想上一高啊。什么啊？没什么，您吃药吧，希望您长命百岁。爸爸死了以后您够受累的了。受累妈不在乎。1934年4月，自任命片山新太郎等187名为海军军官学校学生。凡海军军官学校于1869年在东京创立，1888年搬至江田岛，望诸位从今天起就要以海军军人来要求自己，认真学习江田岛精神的光辉传统，进一步锻炼身体，把自己培养成为帝国海军未来的优秀军官。军人的唯一的最高目标是善战能胜，但是作为帝国海军最根本的精神是要养成不战而胜的维生力量。停！立兵！注意，我是冈野大卫，是你们的分队长，就是班主任教官。说的通俗一点，你们的父母加在一起就是我，因此你们就像我的孩子。这是海军学校独有的传统做法，为的是以这种新的骨肉关系来锻炼你们。本来做父母的是比较迁就孩子，我可不一样，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我是4年级学生森下下士，是来监管你们的。我们高年级学生是你们最好的老大哥，你们有不懂的事可以问我们，我们会亲切地告诉你们。现在请大家做自我介绍，每人把自己原来的学校姓名介绍一下，从你那儿开始。是福冈县县立东都中学学生。没有劲儿，根本听不见。听不见，再说一遍。听不见。哎，出来出来，这样小事还想开军舰。是福冈县县立东都中学学生，请尊迎宾。好，下一个，东京府府立第一中学片山新太郎。好，很有精神。下一个，岩手县县立岩木中学平田一郎。听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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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响？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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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怎么，你没听见吗？眼睛别往别处看，不准动战行吗？你那是立正的姿势吗？在海军学校，4年级学生说听不见就是听不见。出来！岩手县县立岩木中学平田一郎。
看你漂泊你把自保歌词大意，哪怕狂风怒吼，哪怕浪涛汹涌，哪怕敌舰众多，我们都能战胜，因为我们有大和魂精神。上楼梯要两步并作一步走，你完了，出来。是。出来。把来让侬干吃，难离难弃。喂，平田，你投靠一高了吗？怎么了？录取名单里有你，会不会是同名同姓啊？这是真的吗？我在阅览室看到的。太好了，果然是你啊。谢谢你啊。喂，平田，哪儿去？冯队长，我已经考上了第一高等学校，要求今天就退学。退学？哦，考上了一高。是的。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哎，我想讲明情况一定没问题。哦，另外这身军装我想借一下回头还给你，可以吗？很遗憾，那不行。可是我不能光着身子。平田先生，哦，你已经是入了军籍的光荣帝国海军军人了，不能根据自己的志愿随便退学。可是这不也是学校吗？既然可以自由投考，就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问你，你入学的时候是怎样宣誓的？今后要诚心诚意服从海军的纪律，将来要尽到军官的本分，是不是这样宣誓的？是的。但是我不当军人也可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我平常就有决心要成为一个政治家来解决社会的矛盾，正好直到一高录取了我。所以平田，你不仅仅是考入海军学校，更重要的是你是受天皇陛下任命的。军人的本分是要克服自我，服从命令，你要好好记住这句话。但是少废话。平田遵命来到。今天的事分队长已经告诉我了，你这个小子是这样马马虎虎来上海军学校的吗？真可耻，你是在败坏帝国海军的声誉，这样下去怎么能完成四年的课程？现在我来教给你什么叫做江前岛的精神，做好准备，我来好好教训你。把腿岔开，咬紧牙关。起来。怎么样，懂了吧？
干得不坏啊。不，那是反抗。这小子想不到那么倔。不，过些日子他的名利心就会消失，会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士官。忠臣有没有不够的地方？言行有没有可耻的地方？魄力有没有不足的地方？1936年2月26日下午8:15，陆军省发布消息，一些青年军官袭击了4名内阁大臣，首都实行戒严。从奋起部队变成叛乱军，就成了国贼，还说那些干嘛？算了，像你那样长在有钱人家里的人是不知道的。我因为家里穷才考了海军学校，在我们乡下姑娘还没有牛马值钱呢，可以随便卖掉，但是政客和财阀们却越来越富，你认为可以这个价钱吗？我是海军军人，像陆军那样的行动我是不赞成的。那又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吗？难道就让腐败的政治家这样干下去吗？所以我们军人应该……你想的太多了。喂，平田，冈野大卫不是常说吗，军人就要像军人的样子，要冷静地考虑问题。1937年7月，支那事变爆发，战火蔓延到大陆各地。我们要先发制人，进攻敌人的航空母舰，掌握制空权，然后进行舰队的决战，这样决定今后战斗胜负的王牌就是飞机了。从这个意义来说，舰队的主力应该是航空母舰。提个问题。好吧，您刚才讲的和战舰第一主义是什么关系？主张战舰第一及大炮第一的人还在做日本海大海战胜利的美梦，我认为制空权就是制海权，今后将是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进攻战。懂了。我还有个问题。好，现在在支那大陆陆军是主要力量，但是海军也应该在大陆沿海集中航空母舰，用舰载轰炸机来控制制空权。然后呢？一举解决支那事变，然后干脆把注意力转到国内，从根本上改变国内政治。有一定道理，但是海军首脑部门是在考虑了各种情况后才采取封锁作战的。平田，将来你肩负重任时应该多研究多思考，以便不犯错误。但是你作为海军学校的学生，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贯彻海军军人之道，这一点绝不能忘记。是。喂，平田。什么？分队长叫你去。分队长？平田奉命来到。你马上准备回家。哦，这是给你的电报，看看。啊，你母亲病危，现在走还赶得上傍晚的火车。
怎么了？我不想回去。什么？你不给你母亲送终，还装得那样满不在乎的样子。你忘了，你母亲不是你唯一的亲人吗？我的父母就是分队长。但是作为子女，感情上能过得去吗？我的母亲在穷苦中一手把我抚养成人，我是想见母亲的，但是我怕你连母子感情这样想成为一个军人的决心也许会因此而动摇。现在我首先是海军军人，而不是母亲的儿子，因此我要忘掉一切。你变了，变了。好，明白了。平田，你马上到八方园去，向着故乡合掌祈祷吧。平田后不生，干得很出色啊！恭喜恭喜，感谢您的帮助，干得很出色啊！没想到闹着上衣高的人变得这样，啊，都是托教官的福。哈哈，我只是帮了一点忙。不过我一开始就相信了你，平田，我对你有一点不放心。过去也提过的。你对政治过于关心，特别是国内政治。哦，注意力应该向着国外啊。向国外？我们海军活动的舞台是太平洋，对英美的扼杀政策，日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局势将发展到只靠政府间谈判也无法收拾的地步。那么说日美会打起来？日本的军事技术是超过了英美，但在产量上还赶不上，
我们应避免与英美为敌，但又难以避免。到时候日本的驻使就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军人了。告诉你，我今天也要同海军学校告别了。我奉命出差到伦敦去，公开的身份是大使馆武官，实际上是要设法了解英国空军的情况。怎么了？没什么。现在不是军人干预政治的时候，要服从命令。嗯，懂吗？是。见不到你就死不瞑目，可是咽气前他又说，这孩子已经献给国家了，我要把他叫回来。谢谢你照料了他，向你道谢。真的，要是大娘看到你当了军官，大概多高兴。你当时为什么不回来？哦，你身体还真不错呀。还记得吗？就在这儿，你和阿信。哦，你在东京看见他没有？没有，刚才到他家问他的住址也没弄清楚。他父母不会不知道，好像有意瞒着我，不知为什么。哦，是这样。哦，不提这个了。平田，你妈妈真可怜呐。刚才去扫墓了，我妈妈辛辛苦苦一辈子，现在她可以安息了。
人死了还有什么苦什么乐？穷苦农民因劳累而死去，年轻人被赶到战场送死，在支那战场上，他们挂念着被当作牛马卖掉的姐妹而死去。平田，国内情况这样糟，还能安心去作战吗？我在步兵三团，是二六奋起的部队，前辈军官是被加了国贼的罪名而死的，可我还要干。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不是在国内闹事的时代，所以我们要严格奉行军人之道啊。但有后顾之忧，就不能够安心地去作战，支那事变也不能胜利。但是本座，日本的敌人不光是支那，我参加远航后第一次看见外国，美英，特别美国是强大的，现在应注意国际形势，要做好应变的一切准备。这一点我也同意，据说海军里有不少人对英美有好感。平田，你到底是比我老练呐？我要到大屯的航空队去，今后的战争就要靠空军了，我要干他一通。1939年5月，德意缔结军事同盟。1939年7月，美国废除了日美通商条约。1939年9月，德国侵犯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你有什么事啊？平田中尉，前来航空本部工作，现在来报道。哦，你就是平田，我是前船大尉。你同井口部长是怎么认识的？啊？不，我不认识，我只是奉命才来的。怎么不认识？听说是特别指名调你来的吗？是这样。哎，荒木。他就是平田。我是荒木，早就等你来了。森下大尉说起过你的事情，你还记得他吗？他是你一年级时候的下士。记得。森下大尉还好吗？不，森下他死了，今年3月由于飞行事故。是这样。报告。进来。不妨碍吗？没关系，你先等一等。是。好，你继续讲吧。对于要建立亚洲新秩序的日本来说，德国、意大利是独一无二的盟邦。阁下，你肩负海军航空本部部长的重任，你为什么要反对三国同盟？请你明确答复。问题很明确，因为美国人他们讨厌希特勒，如果我们同希特勒联合，只会加深日美冲突。此外没有其他益处，但是把日美关系处理好了，德国倒可以安心作战。你住嘴，在非常时期还讲什么有意无意，你还算得什么军人？我是军人，既然要打仗就得打赢。那你就是说日本不能同美国打仗，打了会输，是这样吗？就算我说了这个话，你们怎么办？就是你说的也不能容忍，你必须把这话说回去。我天皇之国是世界无比的帝国，就是说战则必胜。哼，阁下如果不改变现在的想法，你就得死。我从当了军人那天起就知道该怎么去死，我只有这样回答。
你们回去吧。今天我们暂时离开这儿，希望阁下要慎重地考虑。我是平田中尉。的确很有精神。你认识出差到伦敦去的冈野少校吗？是的，他是我在学校实习的分队长。有他的推荐我才调你到这里来的。部长，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要求到第一线去。我知道，但是像刚才那些家伙还在日本横行，现在的海军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呐。既然来了，就协助我们把航空本部工作做好。是，如果石油被卡住，飞机就不能够起飞，联合舰队就要变成陆地的水鬼。如果日美打起来，那么日本的石油就连一年都维持不了。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停止了石油的出口。是这样，事情终于发生了。这是美国阻挠日德结盟的措施，这样陆军日美决战论的气焰会更嚣张。那也没有办法，现在南方的石油资源是唯一的依靠，因为一滴石油像一滴血那样宝贵。南进是可以的，问题是要确保补给线，但是美国一定会切断它的。部长是怎么说的？哦，不太清楚。他一定说同美国打仗还不是时候。不管怎么样，他是山本司令官最信任的人呢。但是美英已经不是假想的敌人了，第一线部队早就在准备，现在再提出那种慎重论已经控制不住了。哎，那是陆军的说法，现在只有我们海军才能够控制他们的越轨冒险。怎么了？平田中尉，部长五点钟要外出，你陪他去。哦，你有西装吗？有。到哪儿去？新桥。打扰您了。哎呀，怎么了？一个人太寂寞了吧？来，请。啊，对不起，我马上拿热的来。哦，没关系。那好。这里经常是这样吗？哎，还会比这更热闹呢。山本司令官来到了东京，他也在这儿。山本司令官？还有米内阁下。米内、山本、金口都是反对三国同盟的人物。有人要暗害他们，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把危险放在眼里。啊，想起来了，在那边房间里有可疑的人在喝酒，你也要小心一点啊。哦，喝了吗？哦，哦，没有酒吗？有，艺妓去拿了。部长，我有个问题。什么？海军这样子还能战胜美国吗？美国？哦，这谁说要和美国打仗啊？但是，事到如今，战争还能避免吗？对手是强大的，哦，我们要争取不战而胜，最好是保持和平。在这里呢，
在这里啊。是你，井口告诉我了。是，我是平田中尉。从航空队来的吗？飞行时间？是，1020小时。好。长得很英俊，好好干。是。井口君，要介绍一个年轻漂亮的给他。平田中尉，到。掌握女人的心，比打败敌人还难呢。现在再也没有人像山本司令官那样为帝国的命运而操劳，懂吧，平田？呀，你在这儿干什么？那你呢？在这儿干什么？当警卫。警卫？啊，陪大任务来的。喂，怎么了？这里来过年轻人没有？没有。你是？我是平田中尉，井口阁下的随从。打扰你了。发生了什么事？是，我是来抓陆军的犯法分子的，但是逃跑了一个。这里根本就没有那种人。喂，还行吗？别担心，今天要大胆的喝。好，咱们换个地方去喝吧，这儿不是咱们军官来的地方。走到我熟悉的酒吧间去。别这么守规矩了。好、哦、再见了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好、哦、上这儿来。好、啊、先生，先生，哎，先生，你等等，先生，哎，哎，本多，他是你的朋友吧？喝得烂醉的吓唬来啊！对不起。什么对不起？阿西，放开我！原来就在这儿，焦躁的好苦啊！连封信也不寄，干这种勾当，我是没有办法，饶了我吧。你怎么不去死啊？每天晚上叫男人搂抱，你怎么不上吊啊？你说，本多，你本多，放开我！算了算了，你放开，本多，你本多。本多，走吧，不要再折磨他了。我可
怎么办呢？他流落到这个地方，也不能责怪他呀，都是贫穷造成的。平田，要多少钱才能把他赎回来？你说什么？我得想法让他离开这里，这样下去真是太惨了。可是这样做好吗？会不会反而给他带来痛苦呢？你是说，要我放弃不管吗？当时麻烦你了，我现在在黑龙江的苏满国境上担任警戒，我准备忘掉一切，为国效劳。明子小姐，啊，好久不见了。哦，你有事吗？啊，我是有事到东京来的，我还想跟您商量件事。哦，是这样。您这就上班去吗？哦，我们边走边谈吧。你要跟我商量什么事啊？啊，现在家里要我结婚，我父亲对他倒是很满意，可我不知怎么办好。啊，我们倒是见过一次面，不过不知道能不能喜欢他。要求太高了。要求太高？您这话什么意思？有些人很要好，却很不幸。比起来，小姐，你还是幸福的。好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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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威！日德意三国结成同盟，已在柏林正式签字。1941年6月，德苏开战。12月8日，日本向英美宣战。战争后半年，一举占领了东南亚的日本军队，以联合舰队的主力，于1942年6月5日发动了中途岛的进攻战。但是在这次进攻中，日军遇到美国航空母舰的反击，损失了海军主力的航空母舰4艘和一大半飞机。由于这次败仗，日本海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战局完全倒转，变得对日本不利了。1943年1月，拉布尔航空队前线基地。嗯，画得不错呀。哎，别停，继续画。队长，你喜欢画画吗？不，我是个外行。山下，没想到你还有这种业余爱好啊。我本来想考美术学校的。
哦，画家当了飞行员？因为现在不是画画的时代，就进了航校，把画画的事儿全忘了。但是最近特别的想画，大概是靖国神社的死神找上门来了。来，给我看看。啊？哦，好。嗯？哦。哦，是雪景，多么令人怀念呐！我最近常梦见下雪的情景。嗯。嗯？这是？啊，是我母亲。还很年轻嘛。不，实际上长得老多了，画来画去还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哦。同心们，同心们，同心们，各就各位，飞行员立即起飞，飞行员立即起飞。小苏，是发动机不转了，快看！歌词大意：引擎轰轰响，翅膀闪闪亮，我们强大的日本空军在天空飞翔，在天空飞翔。前方发现敌境，迎击。
战死五名，轻重伤12名，损坏飞机一共18架，储不能使用的现在只能出动13架，请设法补充。当然补充是需要的，诸位的意见呢？平田大卫的前线基地是隐蔽飞机的地方，就连这里也被轰炸的话，如果能抽出来的话就可以补充，但现在连一架飞机都抽不出来了。虽然是这样说，但我们的基地不单是隐蔽所，它还担负着进攻的作用，如果从这儿也抽不出的话，就请向本部提出申请。嗯，但是不能轻易的申请，最近连粮食都常常供应不上。但是这样下去制空权就会丧失，加强航空队是控制苏罗门海面的关键。嗯，司令，可以收容航空母舰的轰炸机吗？航空母舰已成为重要的基地，分散他们的战斗力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但是航空母舰遭到攻击时，飞机也就完了。中途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少需要在拉布尔部署航空母舰，同我们紧密合作，采取联合行动。妈的，只要有飞机，哪怕是再有20架，我10架也行。保养工作也有漏洞，我的飞机今天就没飞成。对不起，是我的过错，没保养好。怎么这么说一句就算完了？行了，那是因为我。平田，本都，本都是你啊。啊，你怎么来的呀？为了研究瓜岛作战计划和他们一起来的。我早就听说你在这儿呢。啊，来得太好了。怎么了？再吃点吧。哦，我想起留在瓜岛的士兵，这样好的大米要是叫他们能吃个饱该有多好啊。哎，我一个人吃啊心里有点过不去啊。我理解，不过你是指挥官呐，要是指挥官先垮了那是不行的，趁这个机会你就多吃点吧。谢谢您，已经吃饱了，真是出门靠朋友啊。你真的吃饱了吗？可别客气啊。从满洲到这儿之前，我回家给阿信修了个墓。是吗？嗯，你做得很对啊。我心里总觉得挺难受的，好像他是我给害死的，可我在战场上也杀了个痛快，运气不坏。嗯，啊，哦，我听说地主的女儿已经结婚了。嗯，是吗？说实在的，她是喜欢你的，你对她不是也有点意思吗？哎，算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说实话，平田，这回可把我们整苦了。你怎么受不了了？这可不像你啊。因为肚子实在太饿了，但托你的福又可以偷袭了。偷袭？嗯，只能夜间偷袭敌人，白天就像地老鼠一样钻到地洞里。哦，是这样。哎，本多，唱个歌鼓鼓劲吧。哦，唱我们常唱的原扣。好的，三四。
よしゅうをこぞる十万よきの敵国難ここに見る怖いよね夏の頃なんぞ恐れん我に鎌倉断じあり真意無難のな生かして世にしめる。几点了？8:20了。不行，不能让参谋等着我。怎么要走吗？啊，平田，能见到你太好了，死也不遗憾了，多保重吧。多每本少尉等6名现在准备出发。好，好好干吧。是。出来，队长，我又找到新画笔了，今天晚上我给队长画张像。好，我刮画胡子等你，好好干吧。是。右前方发现敌机，进攻！150架古拉曼向我接近，我方正在准备应战。30:150，5:1呀，量太少了，临时战斗机太少了。安山参谋，你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样下去。等于让部下白白的去送死，我请求你。
本少尉回来了。你是最后一个吗？是，近藤和小野寺都战死了。山下呢？不知道，因为是一场混战。是这样，恐怕还有希望吧。好，你回去休息吧。是。队长，一小时以前汽油就烧完了。山下他，2月9日，日军撤退，终于放弃了瓜达尔康纳岛。另外，关于偷袭部队的详细情况，等我向撤退的部队了解以后再。好了，找不到本多的名字，看来全部壮烈殉国了。行了，回去睡吧。是。歌词大意：再见吧，拉布尔，我们还会回来的。离别的眼泪夺眶而出，回头眺望令人怀念的拉布尔岛。报告。哦。把山下军事的遗物都收拾好了。嗯。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送到他家里去。是。小松，你父母呢？是，我母亲住在乡下。你经常给他们写信吗？是，不过我家里一共有弟兄8个人，我死了他们也会很好的照顾我母亲的，所以我没什么牵挂。混蛋，比父母先死就是不孝。小松，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就是胜利者。是不是这样啊，小松？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不容易的，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就不能胜利。是。去吧。我走了。1943年4月18日，山本司令官视察了所罗门前线的基地。大家都知道，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是制空权，今后的任务一定会更加艰巨，因此我期望诸位要努力奋斗。我的话完了。起身。里面司令官，我是担任今天护航任务的平田大卫。辛苦了。哦，是你。
好像是当过井口警卫的。哦，您还记得我，我感到荣幸。嗯，看来你吃苦了，拜托你。是。关于山本司令官的飞机离开拉布尔基地后的去向的密码电报已被美国破译了。
队长，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死，队长！放开！我害死了司令官，为了多保存一架飞机，我才忍辱回来的。不行，我放开我！不要这样，队长！小苏，我请求你放开我！队长，放开我！队长！队长，队长，你撒谎！队长说不要轻视生命，为了胜利就得活下去，是你说的，是你说的。队长，是你说的不要死，我求求你，像队长那样好的人，像队长那样的。队长，队长，队长，请你坚持下去，队长，队长。队长，请你坚持下去，队长。队长，队长，队长。田先生，好久不见了。是少见了。你一直在战场吗？是的。能平安回来就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哦，今天早晨到的。虽然回来也无依无靠，但是我特别想看看自己的家乡。哦，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你。啊。哦，孩子挺精神，几岁了？三岁。嗯，很好。嗯，你爸爸呢？我丈夫他已经死了。我们结婚不久，他就应征入伍，得到他阵亡的消息，正是我快要生这个孩子的时候。以前谈起战争，好像都是别人的事，想不到今天。平田先生，你还没成家呢？哦，是的。可真是的，我一直想嫁给你，现在嘛就可以说了。哦，你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在东京见面的事吗？说心里话，当时啊，事到今天提他还有什么用呢？你干嘛还不结婚？军人生死莫测，今天不知明天，不能选择希望生存的路。好孩子，快快长大吧，长大以后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嗯，好，好样的，真是个好孩子。我还有急事，再见。1943年12月，
平田少校现在向您报道。辛苦了，来，随便坐。怎么，伤口还没有完全好啊？不，我的伤已经全好了。对了，我后来也率领第四舰队参加了战斗，我们都平安无事，真是谢天谢地呀。校长先生，是您要我到这儿来的吗？是的。我原先打算从医院直接上前线去，我根本就当不了这个教官。不过既然来了，你就要好好干。校长，我不是那种可以厚着脸皮回到国内来的人，我把山本司令官这样独一无二的大人物，我别说这些话了。而且我失去了很多部下，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我万没想到现在又要我来培养到战场上去死的人。校长，您就让我上前线去吧，我请求你。不行。那是为什么呢？这是命令。平田少校，这是山本司令官生前在我就任校长的时候给我的信，你听着，帝国海军今后特别需要那种为了天皇而能够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的军人，希望你不但要培养英俊秀丽的战士，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刚毅坚强的勇士，明白了吗？立正，起立，立兵，注意，我是你们的分队长平田少校。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受分队长冈野大卫的训练。冈野大卫在菲律宾上空已经壮烈的殉国了，但是今天还有我们许多的前辈和同事正在各地浴血奋战，我希望你们首先记住这一点，要把课堂当作战场，刻苦训练。在战场上，一个错误，一秒钟的差错，都可能造成伤亡。我要严格的要求你们，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怎么样？懂吗？1944年6月，美军在塞班岛登陆。这种零式战斗机是世界上第一次装有20毫米机关炮的，飞行距离很长，驾驶性能也特别的好。由于有这种优良的性能，才能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机进行战斗。有问题吗？好。听说平田教官在战斗中击落了无数架敌机，我想听听当时战斗的情况。教室不是夸耀自己功劳的地方。是。
左川，有什么疑问就大胆的提吧。是，我提一个疑问，目前的战局是不是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呢？这种混蛋的问题，看看谁别吵了。既然要打，我们就要打赢，我只能这样回答你。但是美英两国在物质上具有绝对优势，光靠信念就能战胜他们吗？日本是不会输的。你贪生怕死不是什么怕死问题，珍惜生命没什么不好。住口，你就是怕死。怕又怎么样？你这个小子，你怎么理解战场之词？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这个家伙，大家放冷静着。我问你，为什么要考海军学校？你要回答我，快回答我。为了当一个出色的海军军官。好，为了当一个出色的海军军官，你还缺少点什么？给我跑步去。是。左川，当你跑步动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喂，你什么时候变成哑巴了？你这个小子，看见你我心里面就有气。第一，你对身经百战的勇士平台教官为什么不应该表现得更尊敬一点？喂，你说说看。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要连续花20分钟把桨放下去。预备，开始。现在还有10分钟，五号偷懒。9号没劲儿。要使劲滑，现在还有5分钟，快到了，加油。不要紧吧？心脏有点儿。等一等，因为你没有骨劲儿才弄得这个样子。要是在战场上
你的命早就没有了。平田上校，有人来见你。见我？是。我是平田。我是山下六柱的母亲。山下军师的？是的，六柱的遗骨我总算是收到了。队长先生的事情，六柱来信的时候都跟我说了，您寄来的画册成了六柱留给我纪念的遗物。我记得里边还有您的画像。是，这孩子从小就喜欢画画，如今他为国效忠，我心里很高兴。听说六柱承蒙您多方关照。不要这样说了，我没有照料好您的儿子，实在对不起呀。不，瞧您说的，我很早就想来拜访您了，可不知道您在哪里，我费了很大的周折，好容易才算找到了您。山下金氏是个好样的。是啊，不光是他一个，大家都是好样的，可惜几乎都阵亡了。可是作为长官的我还活着，要是能够代替的话，我真想替山下去死。瞧你说的，队长先生能平安无事，六柱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可是大妈，我现在正训练像山下一样的年轻人，为的是把他们培养成像样的军人，在战场上想要活下来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我这样说服自己来训练学生，但可能因为我内心苦恼无从发泄而向他们乱发脾气。哼，我感到内心有愧呀。您讲的这些深奥的道理我可是不懂的，不过我要感谢您把我的孩子山下六柱培养成人。实在不敢当，我这是随便说的，不过听了您的话我的心情平静些了，感谢您特地远道而来。是1944年7月3日，塞班岛守备队全部壮烈殉国。同年10月，美军在雷特岛登陆。你怎么了？哭什么呢？我父亲在战场病死了。怎么病死了？在什么部队？只知道是在支那的中部前线。是这样。分队长。记得以前您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要上海军学校。那是怎么了？我当时不敢说，现在我告诉您吧，我是想到海军学校来学习英文的。学习英文？是的，那是父亲叫我来的，他说其他学校都已停止缓期征兵，一进学校门就等于上了战场，而军官学校却可以念3年书，
父亲还对我说，战争一两年内就可以结束，你要好好念你的英文。能够安心学习敌对国家语言的只有海军学校。父亲还说，不要以为这样活下来就是可耻。你父亲好像是大学的，是大学英文系的副教授。嗯，我当时撒谎说进军官学校是为了成为出色的军官，那是因为怕给父亲找来麻烦。可是如今我父亲已经离开人间了，分队长，我现在全都明白了，我的想法完全错了，实在可耻。分队长，请您处罚我吧。好好干吧。您叫我，嗯，又得让你上战场了。地点是冲绳岛。是。来，坐下。哦。咖啡还是自己做的好喝。这是一个英国朋友送的。因为这场战争快和完了。我没搁糖，爱喝吗？喝吧。谢谢。冲绳恐怕是这次战争最关键性的一仗了，虽然看来很难取胜，叫你受累了。哦，不，从某种意义来说，在这儿培养学生对你恐怕比上前线打仗还要艰难。这场战争再打也超不过两年了，等你培养的学生离开学校时，战争也该结束了。到那时候，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将不是作为海军军人，而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走上社会。这个时候，海军学校培养的成果才能真正体现出来。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为了这个才把艰苦的任务交给你的。我理解你由于很多部下阵亡而感到苦恼，但是你很好地克服了自我，训练了学生。现在很难预测战败后的日本将会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些学生一定会很好地成长，成为肩负着日本未来的宝贵的人才，因此要感谢你。校长，实在对不起，我没理会您的意图，反而对您……别说这些了，希望你多多的保重吧，可不要贸然从事，记住。是，谢谢校长。瞧你高兴的。正如校长先生说的，我走后他
他们也会很好的成长，因为他们都是好样的。我没什么留恋的。现在我就去做准备。明天是星期天，好好休息一天。哦，对了，明天还有军歌演习例会，我们一块去看看吧。是。分队长，你要上战场吗？嗯，准是吧？哼，叫你看见了，没办法，不许对别人说。好，你什么时候出发？左川，是，现在可以对你说了。其实我和你一样，进海军学校是为了读书，不是想当军人的。哼，刚来的时候对这个学校我是很讨厌的，但是现在我并不后悔。我觉得进海军学校是非常对的。分队长，这是我阵亡在瓜岛的亲友的遗物，你拿去用吧。墨水已经干了，你拿去好好用功吧。分队长，来，别客气，你们吃吧。怎么了？我请客，你们也不高兴啊？不，哪里的话呢？好，吃吧，吃吧。是，这就对喽。我说师爷，你特别需要多吃一些，不然又要趴下去了。分队长，你别再提他了。哦，好吧。瞧，分队长笑了，从没见他这样笑过。分队长，有什么好事吗？不，没什么，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吃饭呢。怎么样，好吃吗？是是是是。好，你们都要吃光，这是命令。怎么样，吃完饭以后我们到古云山唱歌去吧。是。
父我，你我都七里马子，苦你のため。歌词大意：你我是同期的樱花，开放在海军学校的校园。花开自有花落时，我们要像樱花凋落那样，勇于为国捐躯。校长，平田少校现在向您告别。非常感谢你，我祝您健康。左右の時明け離れゆく